旅發局主辦的賀歲花車巡遊匯演晚上在尖沙咀舉行。52架花車和25支表演隊伍為大家賀新歲，吸引大批市民圍觀。吳定欣報導。鼠年的第一日，為大家賀新歲的當然少得今年的主角。強勁的音樂配合這些來自西班牙的太陽花，有沒有令到這麼冷的天氣暖一點呢？仲有長洲的飄色主角為大家賀新年。天氣雖然凍，但市民看匯演的興致一樣沒少到，整條梳士巴黎道都逼滿人。有花車又有表演看，最開心的就當然是小朋友。好靚啦！開心啦！好開心啦！係啦！巡遊有幾好看，看下他們就知啦。今年的12架花車和25支表演隊伍分別來自11個國家和地區，希望在鼠年的第一日向大家展現香港這個國際大都會的魅力。亞洲電視記者吳定欣報導。